Hi, everybody.哦，你有没有忘了？我按你们了。No. 你有没有忘了？什么东西？买一送一这嘛？我会少的啊，我明明好像是够的、啊。没，我不会你顶一起啊。刷少了两张。16 8 9 2 4 6 8 10，哎，怎么那个就少了？好，嗨，所以听到我声音了没？听到？OK，你们马上把听到我声音啊！大家等一等啊，我去拿我的指甲啊。不少的，去确认我的东西有没有。哎呦，你不用做。哎，如果有人进来，我按那个他。OK，网课的同学，你们拿到全部拿到吗？没有。Hello。啊，每个 OK。其实我这一边有三个人没有拿到这一份的是吧？对。哎，你的拿到已经拿了吗？你确认你，因为你已经是拿到了的。I don't have today's geography material. 你 haven't take it. OK. 你可惜你几时会可以过来拿？其实我们诺大已经是准备好了的。对，几时都可以来拿。OK， 好，我 pass 这个诺大给那个王一姐姐，其他的全部还没有拿，其他的 subject。啊，还没有。OK， 好，我准备其他的 subject 给你也是啦，哈。你看一下第六课的这个黄色的第六课有没有？应该是有的，黄色的，啊，真的只有拿书包票啊？里面两个包票啊？你拿三包啊？哦，这是没空给我。跟你来同一份啊，妹。好，来，我这边有一事，这边有另外一个 extra 的。电话。你们有没有拿到那个extra 拉丁汉的练习吗？385那个。啊。有。有哦。OK， 本来我是讲今天要做的，因为班上的同学有很多人没有拿到，我好像 prepare 少了，不懂为什么会少。Christine， 你可以，你几时去拿？我看你明天拿可以吗？明天才来拿诺大可以吗？等一下我跟我妈妈讲。啊 ，OK， 等一下你跟妈妈讲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上第六课啦。我已经 upload 在那个 Google Classroom 了，我的第六课。本来我是要做那个 extra 拉丁汉先的，反正这个不够啦啊。帮我拍一下班上同学，说 Yankong 不了，女生不需要给他。
没，还没有上。又新了。是你是新了吗？我们已经上了。哎呦，我加错了。哎呦啊！啊啊！没有啊，就是每一个星期拍，不不，慢慢做完就可以了。我们有每个星期拍啊，我们一个月拍一次，没发现到吗？没有哦，嗯，一个月拍三次。哪里有啊？每个星期拍。有啊。啊？因为我有一个我会在啥打电话有啊，然后可能我会写，然后我到时候会上手一些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会详细的我们OK， 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第六课啊。哦，这 screen 少，我在怀疑我自己，为什么呢？第六课，很多没？很厚没？厚多没？多啊。那以后。我觉得厚啊。不会啊，没有，因为哦。第六课你觉得厚是因为后面有这个 extra 点在后面，它岂不是很厚的？它一点点东西罢了。感觉厚，因为我用的纸厚一点嘛。好，我先screen先。OK， 这边现在这个。第六课的同学们，然后还没有拿到的龙大同学们，你们停一停啦，看一看。第六课我刚刚给你啊。OK， 这个第六课呢，我们会去看的是马来西亚的本多姆哥姆密。OK， 本多姆哥姆密，我们称它叫什么？地形。地形，哎，马来西亚这一个各种地形啊，不包括是各种，哎，各种地形，在马来西亚的各种地形，哎，不懂是不懂啊，写上去了，喽喽，哎，那个，啊，那些华语字不，哎，马来文字不明白的哈，请写他的意思下来。OK，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马来西亚呢是一个马来西亚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国家，我们。Okay, 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地形，这种类的地形包括了像达纳顶一，什么是达纳顶一？高地方，高原哦，高山呐、啊，哎，这里高山我们可能是像 Cameron Highland 啊，根定 Highland 嘛，看 Highland 是英文翻译马来文是什么 ？High 是高吗 ？Land 是地吗？所以高地哦，然后高山达纳巴马呢？是比较低的地，哎，低地，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叫做平地啦，也是可以，平原也可以。哎，达纳巴吗？给沙里拉呢？沙里拉我们这边也可以叫做河域，河域什么域？河域。我要写小点 ，sorry 啊，太大了，抄到。看到吗？这是一个土一个货。然后老师今天可以去拿，明天拿，不是今天，因为老大不够，所以我要 bring extra 的给你们啊，明天几点都可以，从早上到下午都可以啊。Office hours 可以啦啊。OK， 好。我讲完。好，然后冰哥楼呢？没事，冰哥楼是海边。哎，冰哥楼，所以我们有高山。我们有低的地方，啊，平地啊，比较低的地啊，我们有河域，很多这种河流啊，然后还有海边，这些都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出现的地形，这 Sariran 包括了达西，也算是拿达西湖、湖啊、河啊、啊瀑布啊 ，OK， 然后海边。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会去看每一种这个在马来西亚出现的这些地形啊。所以我们先看第三间，他讲 Kebagaian， Kebagaian 是各种的意思，哎，各种。诶，各种这个地形呢 memungkinkan berbagai jenis kegiatan ekonomi dijalankan， 就是说在不同的地形呢，它导致到有不同的这个经济活动 kegiatan ekonomi 是要经济活动的出现。诶，怎么讲呢？讲为什么不同的地形可以导致不同的经济活动？来给我一点 idea， 讲有什么经济活动嘛？他们的做的工作，啊，赚钱的活动啊，就叫经济活动喽，啊，对。来，有什么讲地形关系？地形的关系。高的地方可能不行，中差对不对？像 Cameron Highland， 靠近海边的话，我们有什么 activity？ 海边哦，海边哦，海边或者是沙里湾的话，我们有什么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有什么？哎，什么？啊，酒店是因为有什么？有那个游客对不对？本来就那个旅游业，还有呢，海边呐、啊，海那个捕鱼是不是？有渔业哦，捕鱼业。OK， 所以这些都是因为地形的关系。导致到有不同的经济领域或是经济活动。看看 example， 你看 A， 高瓦山达纳顶义高山，海边冰有老屋，适合进行这个旅游活动 activity 不然穷安。哎，香根丁海伦是不是旅游胜地 ？Cameron Highland 也是旅游胜地吗？啊，然后海边有很多像热浪岛啊、普拉邦戈，很多马来西亚很多岛啊，都是可以成为旅游活动的地方。第二个，他讲达那巴那种平地啊，或者是 kaki bukit beralun， kaki bukit 是山脚下，山脚 kaki 是脚嘛，对不对？ bukit 是山嘛，所以山脚下，然后那些啊。地呢是巴阿伦，巴阿伦其实是这样，所以华语不懂叫什么，巴阿伦是这样的，那个地哦，它是这样，高低这样子的地，可以有那个波浪的，有波动的那个山，哎，它的地啊，我讲它的地形啊，有时那些地是平平的吗？可以有的是还会高一点，起来一点，高一点啊，那个泥土有高啊、哦、高低这样子的。然后哦，这些地方呢就适合进行这个农业和加丹布达尼安，这泥土，因为等下我们会讲到啦。然后高瓦山冰雕老屋杨布德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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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海湾，哎，海妖不啦，海湾 YYYWN， 哎，海湾。这海湾呢，可以进行什么捕鱼哦？或一干单是渔业。呀，不对。啊，这个就是给你介绍六点一的盘，六点一盘我们讲完了。谢谢。六点一就是这样子吧，他跟你介绍马来西亚有什么种类的地形，就是这样。什么地形？达那丁义、达那巴马、沙里兰、比加拉乌这四个，就是这样。你要知道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罢了。OK， 好 ，Next 我们去看六点二。OK， 现在呢，这六点二 part 开始呢，我们就会去看那四个刚我讲到的马来西亚有的这个地形。我们先看第一个的地形，就是达那顶义，哎，高山啊 ，OK。所以他想在马来西亚，我们 majority 啊，超过一半以上，也就是60%啊，我们的地形呢都是达那顶义，都是高山来的。我们很多山，
我们也是很多山脉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在我们马来西亚半岛这边也是很多沙巴、沙拉哇那地方去过。哎，那个沙巴也是其中一个，是不是？沙巴有什么山？对，那个神山呐、啊，还有达那顶一哦。给说超过60%的土地呢，或是地形都是高山来的马来西亚。OK， 然后它的高度啦，都是以海拔180米的以上的，哎，都蛮高一下的啦。OK， 所以在这里呢，他讲在这些高山达那顶一哦，得到把让盖亚。Banjaran gunung dan dataran tinggi， 也就是 Banjaran rangkaian 叫一连，就是 Banjaran gunung 啊，这样子啊，我跟你讲啊，我画给你们看啊。Banjaran gunung， 我讲 gunung 是这个 ，gunung 是山嘛，对不对？哎，这是 gunung， 好，写这边 gunung， 就是山。什么叫做 Banjaran gunung 呢 ？Banjaran gunung 就是这样子，我给你画，这样。有很多的山，一行一排一排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的山不是一座山堡吗？是不是？你看那个山是很多座很多座在一起，那个我们称为叫做 Banjaran Gunung， 有很多座山连在一起的，它是 connect 的。哎，这我们叫 Banjaran Gunung。哎，我们也可以叫它叫山脉啦，哎，山脉。板桥让群众，这你不懂的话，你们可以画一画啦，有意思一下。就是讲，哎，什么就是板桥，什么是古东啊？哎，达达兰顶一叫平地高原。哎，什么叫平地高原啊？有听过吗？平地高原，平地高原呢，就是在高原上的平地，它就是这样子。它的平地呢，是在很高很高的高处那边，好像在我忘记什么，中国有一个叫什么蒙古啊，还是哪里的？它有平地高原，有平地高原，有它知道很高山呐、啊，可是有一个草原，他们在骑马这些，那个叫做平地高原。算是了，可是云顶是山来的，我们把它铲平吧。这平地高原真的是它在山高，它不在山上，它只是在比较高的那个地形上的平原。很平啊。对，平一个大草原这样子，叫达达兰顶。有时候风会很大。啊，对，因为草很开很辽阔嘛，宽阔嘛那里。Alright， 所以我们看这个板桥的古洞就是按 deretan 就是排列的意思啊，排列。Gunung atau bukit yang menjadi tulang belakang， 是sebuah kawasan。Tulang belakang 就是我们的脊柱骨，它形容到了。所以这边哦，这个 menjadi tulang belakang 是sebuah kawasan， 你其实你不用去记也不用紧，你只要知道什么叫做板桥的古洞。板桥的古洞就是一排一排一排排列的这个山或者是山脉就可以了。OK， 然后第三呢，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马来西亚呢，在哪里一个 part 啊？在什么地方呢？是比较多这个高山的？什么地方？你没有发现到啊？我不知道你们我们读 Part Four 的时候啊 ，Part Four 我们读什么啊？棒棒，好，红脚，好像多了。你棒棒，马来西亚州，马来西亚州属对不对？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到哈、哦？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州，然后很多些大城市都是靠近哪里的？靠近哪里？让我画给你们看看。你看啊，这是马来西亚、哦，这是马来西亚半岛啊。哎，我画马来西亚半岛先啊。然后，这是马六甲，给马六甲在这里对不对？然后那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斯里兰卡，科达嘛，我换到了。然后这个是Police 嘛 ，OK。然后这边是Johor嘛。然后巴哈马，然后格兰丹嘛，然后这边呢、啊、哈，
然后你发现到比较多人居住都是在沿海附近这里，都在沿海附近，人比较多的，居住比较多，然后很多大城市像怡保啊、马六甲啊，然后还有哪里？新加坡啊。新加坡是 Malaysia 吗？Excuse me。Johor Bahru 啦、Kuantan 啦、然后 Ardor Setar 啦，全部都是在沿海附近。然后为什么呢？原因是有原因了，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半岛里面呢，它的中间啊，它的中间有很多山，很多山。你看到很多山的时候，我们人类我们会很少会选择住在高山，除非是那种旅游胜地嘛。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们要建屋子在高山，怎样比较难？因为可以建。可是很贵，你要拿那些材料寄上去哇，你是很贵。你去云顶住是不是很贵？你去云顶吃东西是很贵，为什么？因为他要把东西运输上去吗？所以费用很贵。第二，它的交通不方便。OK， 不可能你建那个 highway 在山上，你不可能建那个火车在山上啊，对不对？可以建也是可以建，反而什么危险，然后加班又贵。所以呢，我们这一边中间这个，我们讲马来西亚半岛这里中间哦，很少人居住的，然后也比较多森林，也在这边比较多森林啊，所以人他的那个人的数量呢是比较少。所以你看他第三他说，当那丁义里什么就或是丁的噶吉大哦，通常都是在巴哈亚等啊什么南就马来西亚。什么南就马来西亚应该懂是什么东西哦，啊，什么叫什么南就马来西亚？身为马来西亚人。什么这什么东西叫做什么南就马来西亚？我发现到我也是很多学生到现在马来西亚半岛，马来西亚半岛又是哪里？很多人也不懂，那是马来西亚半岛，就是我们这边。刚刚我画的就是这个马来西亚半岛啊，不是沙巴沙拉哇那边的，我们这边的，我们这边西马这边，我们叫做马来西亚半岛，叫沙巴沙拉哇，东马，就是东马。哎，他们没有，他们有个名字，他们叫波妞 ，OK， 波妞，福罗岛，它是一个岛来的嘛，沙巴沙拉哇，然后文莱三个地方，还有加里曼丹四个 ，Yes， 它是一座岛来的，然后分成很多个国家，分成沙巴沙拉哇，分成文莱跟加里曼丹印尼，还是一个大岛。马来达夫在另外一边，在非洲那一塞。OK， 所以他讲了，在中间这边哦，是有这个山哦，还有在哪里？还有在沙巴沙拉瓦的布达拉曼，布达拉曼叫什么？布达拉曼听过吗？布达拉曼这个字，布什么叫做达拉？达拉是里面嘛？说布达拉曼叫内陆，可以听说。内陆，什么叫内陆？就是很靠近里面的意思啦，它不是靠近海边的。沙巴沙拉巴的比较内里面的一点的这些地方，都很多山，很多森林在里面。什么原因？你要问那个上天，为什么把我们沙巴沙拉巴变成这种的？他自己要输了。这是我们国家的特征，在这里特色啊，对，可能我们地球形成的时候都造成的喽。就要讲回去我们那个第五课的不必为什么要讲形成这些啊？九万年前。All right， 我们看第四。Sebahagian besar daripada kawasan tanah tinggi ini terdiri pada batu granit. Batu granit 叫花岗石。花岗石，石头的石，石是这个哈，什么是花岗石 ？OK， 我给你们看一下照片。啊，叫多玛德。啊，花岗石，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光光石。花岗石，一个。Image 花
钢尺。你们一定有看过的这些啊，在路上是很多。有啊，有路上，我随随便便啊，我在路上我都可以捡到这个石头了。小兵哥就有喽。这些花岗石呢，其实是山那边来的。山那里啊。然后我们看到路上很多这些石头，是因为我们用那些不是掉下来，我们去砸那个山。哎，我们要得到它的石头，然后我们来用在建筑上，可能我们做屋子。我们做道路，我们都要用到这些花岗石。用炸弹用石用炸弹炸了，啊？用炸弹炸。哇，厉害！用谁？用天地炸。不是挖的嘞，炸厉害。他们哪里挖得到石头？挖比较慢啊，石头他们直接去炸那个山。对，你去怡保哦，怡保很多山，对不对？有去过怡保的人，你自己知道很多山。你去怡保的时候，老师说过，对，你去高怡，你去怡保，如果你要去凯文海伦，你要经过一个石头的这个工厂，然后你去那边，你注意开一下你的窗，你会听到很多炸弹的声音。他们去炸那个百度管理，没有啦，他去炸那个整个山队，啊，那个石头就掉下来，那个山就了，对哦，慢慢就会平掉了。还有很多这个百度管理，在马来西亚的百度管理，这百度管理很重要的嘛，因为在建筑上啊，建筑业啊，我们建造业要需要重主要的材料。百度管理，会把那个岩浆炸出来的。不会啊，因为那个都没有岩浆的山来的吗？它不是火山。可是你不会听到，因为有像别人在打岩浆那开山发射。是啦。打屁浆。OK， 然后百度嘎波呢叫石灰。啊，百度嘎波。喂，我说等，等一下我给你看。石灰。百度嘎波。真的有懂。呀，哎呦，给你看一下。这样啊。石灰我们做什么呢？好像我们做那个啊，石灰啊，白白色那个啊。啊，那个白白的。白粉。不是白粉。东北。那个泡沫。石灰粉。然后有那个是黑色。不是补墙壁那种的嘛，好像我们在我们的客厅啊，有时候我们的洗衣服是做很美那种白色那种啊。这个没有，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歪了。巴杜格兰尼，我们也是很多这些。这个巴杜格兰尼呢，我们在建筑业也是用到很多。哦，种种地有鱼虾吗？你是干的你要翻山？啊，那个也是有人放石灰粉下去，也是有。加入是啊，石也是山里面拿出来的。还有石头哎，它是石。那个黑山有，那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那个白白石是不是来的？你查到天花板。还是那个的，这个我里面是它是石灰要白色的喽。好几天从山那边拿出来的，还是一粒一粒样子的啦，然后再磨成碎粉。哪种啊？建筑哦。我们做屋子啊，全部用到的。石灰粉。它其实有很多功能的，它有很多功能。Okay, majority 都是在做在建筑业上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讲马来西亚很多，巴杜嘎波、巴杜格兰尼这些。然后你看第五话说，巴加兰古农哦，我们这山脉在马来西亚哦，它又高，然后它阿嘎斯拉利，斯拉利就是很平行的。平行，斯拉利，平就是一排一排一排，它不会乱七八糟的。P I N P I N 什么？不是 P I N G 啊，它出来 P I N G P I N G 平，它是平，那个是平，花瓶的平，哎平，啊 sorry 是 whatever。OK， 然后它就是说它很平行的，是一排一排一排这样子的。
等下我们给你看到，就不讲它平行啊。我这里有照片，这边还是没有画给你看。为什么我们讲我们的这边的山脉它是平行的？对，这一些都是我们的山脉的，你看到吗？全部村庄，这些都是山脉，它是一排一排一排的样子，所以我们讲它很平行啦。啊，等下我们会去看每一条山脉叫什么名字。等一下我们回去看山脉是山脉就是这个山脉这个山脉如果不懂啊叫板桥山，就是不是一座山，很多很多座山，很又很长一排一排的，叫板桥山，叫山脉呢。OK，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info geography， 这边有一个重要的资讯要让你们知道的，这里。这 info geography 啊，大家看一下。他说马来西亚的山脉呢，它其实马来西亚山脉它是一个古东篱笆来的。什么是古东篱笆？我们讲过了。古东篱笆叫什么？篱笆。蟑螂。那个是篱笆。篱笆是折的意思吗？那这个就是古东篱笆，这样子啊。OK， 你看啊，他讲。我看一下你们的还在聊不聊？什么东西？没有，我说我们他讲的是我马来西亚的山脉呢，很多都是古弄篱笆来的。这古弄他讲它怎样形成，是因为说这个 process 篱笆丹壳啊，是壳啊，应该是懂了哈，壳啊不密，就是我们的地壳。它被折起来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达亚芒巴旦这边的这个力量跟这边的力量，它往同一个地方去的话，中间的怕会怎样沉下去，是凸出来，会凸出来，对不对？凸出来那个就是古弄篱笆哦，就是古弄篱笆，就是这样吧。然后有两个字，你看啊 ，anticlin 跟 siclin 这两个东西。很容易分的 ，anticlin 就是凸出来最高的那个点叫 anticlin， 凹进去哦，一定有地方是凹凸出来，有地方是凹下去的，对不对？凹下去的地方哦，那个叫 siclin， 就是这样 ，anticlin siclin， 在古弄篱笆，然后这些全部都是古弄篱笆，来这边这些全部是我们称它叫古弄篱笆，为什么？因为这个 process 篱笆丹壳啊不密。我们的地壳被折起来了，形成的。马来西亚很多就是这样子啦。玻璃房哈。OK， 然后这边讲 ，bahagian di batan terangkat 的意思被提起啊，我写在这里啊 ，terangkat 啊，提起，被提起来的这个字 terangkat。一被提起来的地方呢，它就变成了古弄篱笆了，这些了。然后凹下去的地方呢，它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它可能变成了鲁拉，我们叫山谷。鲁拉，dan lembah sungai， 或者是河域啊 ，lembah sungai， 叫河域也是。我写这里。这只啊，因为黑黑那边我写不到这个啊，冷板蛮鼠爱这个字，然后这个是鲁拉，行吗？这只啊，我讲我写什么欢迎字，你就要写下去 ，OK， 好不好？行吗？你想看？这半，停止过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
三二一 ，OK。一点二，OK。Next one， 他说，在马来西亚呢，我们的山脉哦，它是很 stable 的。哎，阿布就是 stable 啊。对 ，stable 叫。稳定嘛 ，good， 稳定。OK， 它是稳定的。怎样讲它是稳定呢？因为它不会动不动就爆发，它不会爆啊这些啦。Bebas daripada bencana alam， bencana alam 我们叫天灾。Bencana alam， 就是不受到天灾的影响。我们马来文叫做 bebas daripada alam， free 的意思啊， free from this 这个。天灾，这些天灾包括了什么东西？你在马来西亚没有看过任何的火山，有吗？没有，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山不可能是火山来的，所以它是北巴山，不是北加纳了。然后，什么东西？你不懂？当然没有了，我们马来西亚哪里有火山？要笑死的。有啊，是啊，对啊。马来西亚是没有火山的，然后啊，马来西亚其实你讲格巴布米其实是有啦，我不讲没有，有，可是那个格巴布米没有那么的严重。OK， 所以我们的山呢，其实很少会有这个遇到这种地震啊，火山没有。OK， 所以我们它都很 stable 的，很 stable 的，很稳定的。如果不稳定的话，云顶高原，我们讲去变成牛身地，我突然间某一天还爆，突然间喷那个火山出来怎么办？是啊，或者突然间它地震怎么办 ？OK， 土崩是可能会有，土崩可能是人造的土崩，达纳伦多，哎，什么叫土崩啊？云顶说是土崩是人造的，因为为什么会像凯门海伦啊，云顶为什么会土崩呢？对，因为我们人类我们要。啊，像我们讲凯门人海人险啊，云啊那个金马仑高原，金马仑高原很长，一天到晚土崩的，为什么？你一去到金马仑高原，你看到那个山做什么？那些农民做什么？那些农民全部把那些山全部变成他们的，对，那些山全那些山被他们砍掉了，就做成他们种那些菜呀、啊，做 strawberry 很多菜的地方，是不是？所以你看啊，那个如果一下雨的话，那个雨水怎么办？直接把泥土冲走了嘛，因为没有树，树的根是抓着泥土的，或者抓泥土的，所以那些树全部被砍掉了，那你不土崩，对不对？你爸爸老是砍的树，那是，但是土崩跟泥石流是一个东西。泥石流是另外一个原因。哎，泥石流还有泥石流的原因，土崩是土崩，另外一个。雪崩我没有看过，我们没有雪崩。雪崩你没有看过？马来西亚哪里有雪？你看你的雪崩是什么？雪崩是啊，一些地方下雪了都下太多，一下下了多就是下雪。没有，马来西亚没有下雪，可是马来西亚有下冰雹。冰雹就是那个一粒一粒的冰。谁有看过的？谁有看过的冰雹？很长，我们马来西亚 KL 到很多下冰雹。是我看。啊，一个月对呀、啊。OK， 来，所以看啊，我讲完这个先啦 ，before 我们 rest 啊。OK， 他说，达那顶一什么样就没事，大概都是在这边的高度罢了，1725的高度，然后越来越矮，往南部呢，它就越来越矮。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OK， 因为这边时间不够了，我怕我讲到一半突然就 stop 掉。等下我们倒回来，我再继续给你们解释啊，为什么往南部就越来越矮我们的山？他写错了，一家。哎，等下我们继续。